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我信唯一的天主，天地万物的创造者。我信父的唯一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因圣神降孕，由童贞玛利亚诞生，在比拉多执政时蒙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死而安葬。他下降阴府，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。他升了天，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。他要从天降下，审判生者死者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儿公教会，诸圣的相通，罪过的赦免，肉身的复活，永恒的生命。阿们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求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欢喜一端，圣母领报。到了第六个月，天使加比俄尔奉天主差遣，往加里利亚一座名叫纳扎勒的城去，到一位童贞女那里。她已与达卫家族中的一个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。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。故事：志豪与嘉文经营一家小型企业，每年都以企业的名义向慈善机构捐款。很不幸，今年许多企业都因为新冠疫情爆发受到严重影响，志豪与嘉文的企业也不例外。尽管如此，对有所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依然是可能的。志豪与嘉文知道有些地区缺乏呼吸机帮助感染病毒的人康复，他们心里感到枯燥，有意在他们的小型工厂为医院生产呼吸机。他们知道自己能够以低廉的价格向医院供应呼吸机，但这意味着他们的业务要转型了，这对他们来说是个重大决定。他们能够听从内心的呼召吗？
审查，今天我感受到什么呼召，我需要做什么重大决定，我忧虑什么。默想，天使加比俄尔显现给玛利亚，对她说她将会怀孕生子，而这个儿子将会成为世界的救主。玛利亚愿意成形主旨，与天主的恩宠合作，为人类大家庭带来希望。在这场疫情的折磨下，我们信赖天主的慷慨和他对我们的慈爱，但我们也要祈求恩宠，好能善用天主赐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与他合作，照顾最有需要的人。祈祷，天上荣福之母，请帮助我们摆脱一切忧虑，而不至于感到无能为力、踌躇不前，或无法因圣神的感召而振作起来。求你帮助我们效法你成形主旨，以忠诚和信赖的心履行天主的旨意，接受天主的派遣，致力让世间充满天父的爱。首先帮助最弱小的人，但愿我们在你的助佑下领受天主的圣意，将各种令人感到无力的疑虑交给他，深信成形主旨必会结出美果。但愿我们怀有更大的希望，期盼一个更健全和正义的世界。教宗的话，主，你召教我们把握这个考验时期，视之为选择时期。这不是你施行审判的时刻，而是我们做出判断的时刻。此时，我们要选择什么才最重要的？什么只是昙花一现，区分必要与非必要的事？这是让生活重回正轨的时刻，重新在生活中以上主和他人为中心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
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无主耶稣，请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助我们免地狱永火。求你把众人的灵魂，特别那些最需要你怜悯的灵魂，领到天国里去。欢喜二端，圣母往见圣父伊莎伯尔。玛利亚在那几日起身，急速前往山区去，到了犹大的一座城。他进了撒加利亚的家，就给伊莎伯尔请安。伊莎伯尔一听到玛利亚请安，胎儿就在他的腹中欢悦。伊莎伯尔虽充满了圣神，大声呼喊说，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，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。故事：12岁的思琪非常想念她独居的祖母蔡婆婆。在新冠疫情下，蔡婆�婆需被隔离3个月，期间无法与儿孙见面，只能以视像电话的方式与他们通讯。她也会在晚上看看丈夫和儿孙的照片，并因他们曾共享的幸福时光感谢天主。然而，需要陪伴的不仅是蔡婆婆，思琪正在经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，感到身体正在发生变化。她很想与蔡婆婆倾诉，与祖母分享内心的秘密，因为祖母总是能给她明智的建议。然而，这些问题很难在电话里说清楚，怎样也及不上面对面交谈。这些事情必须见面倾谈才有意思。醒茶，我最思念的人是谁？我渴望与谁亲身见面，向对方倾诉我的心底话。默想，玛利亚在爱的感召下，
赶去探望他的表姐伊莎伯尔，为他带来大喜讯，将主耶稣带来了。很多人正在面对动荡不安的时期，正在疫情影响下辛劳工作，他们需要我们的祈祷，我们的陪伴，我们的信德。让我们祈求恩宠的助佑，好能马上回应他们的需要，并缔造相会的文化，像玛利亚和伊莎伯尔一样，充满喜乐，光荣天主。今天，人与人的相会受到限制，甚至成为不可能的事。我们祈求主赐给我们创意，让我们发掘新的桥梁来实践爱的走进他人。祷文：荣福相会之母，今天我们需要你来家里探望我们，就像你探望你的表姐伊莎伯尔一样。但愿我们也向你们喜乐的相逢，与你分享我们心底深处的喜乐。虽然我们有时好像忘记了你，但愿你的来临更新我们的家庭。愿我们一起光荣天主，感谢他为我们所行的奇事。我们是如此渺小，如此需要他强大的手臂来扶持，需要他仁慈的世世代代与我们同在。教宗的话：我邀请各地所有的基督徒在此时此刻与耶稣基督重新相遇，或者至少以开放的态度让他与你们相遇。我也请求你们所有人坚持每天这样做。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认为这一份邀请对于他或他是无关重要的，因为主已将喜乐带来了，人人有份。在这个困苦和悲痛的时刻，我盼望你无论身处何方，都能够经验耶稣。他前来与你相会，问候你，并说：愿你们喜乐。愿他的问候推动我们呼求和宣讲天国的好消息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
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无主耶稣，请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助我们免地狱永火。求你把众人的灵魂，特别那些最需要你怜悯的灵魂，领到天国里去。欢喜三端，耶稣基督降生。那时，凯撒奥古斯都出了一道上谕，叫天下的人都要登记。这是季尼诺做叙利亚总督时初次行的登记。于是，众人各去本城登记。若瑟因为是达卫家族的人，也从加里内亚纳扎勒城，上由大名叫白冷的达卫城去，好同自己已怀孕的聘妻玛利亚去登记。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他分娩的日期满了，便生下了他的头胎男儿，用襁褓离起，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在客栈中为他们没有地方。故事，加路怀着沉重的心情跟着车队前进，突然感到腹中孩子动了一下，他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，只知道他无法重回家乡了，而他的丈夫克洛必会努力为他找个地方，让他将孩子生下来。这场全球疫情仍在危害他周围的世界，他们一家还有未来吗？醒茶，我内心的珍宝和光明是什么？是什么妨碍这光明照亮、款待和激励他人？默想，玛利亚生了我们的救主，将他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在客栈中为他们没有地方。他们的未来看来并不安定，但天主保护了他们，更派遣圣若瑟来照顾他们。面对这场新冠疫情，面对这个满是脆弱的妇孺、未出生的孩子、移民和难民的世界，
我们再次回应教宗的呼吁，致力款待、保护、鼓励和融合我们当中面临最大危险的人，这样我们的爱才会强大，在世界散播希望。祷文：天主圣母玛利亚，你在母腹中孕育耶稣，求你也帮助我们在圣神的感召下，相信我们能够参与你的圣子在世上开展的天国，这是黑暗中散发光明的王国，在欺压中带来正义的王国，在痛苦中散播喜乐的王国。照顾圣家的圣若瑟，请为我们转求，使我们有能力照顾他人和整个受造界，使我们成为马槽，在我们心中敬爱世界的救主。教宗的话：冷漠的全球化将继续在我们的旅途上危害和试探我们，愿我们的内心找到真正的抗体，正义、爱德和同舟共济的精神。我们绝不应惧怕活出另一种文明，爱的文明，这是希望的文明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
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无主耶稣，请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助我们免地狱永火。求你把众人的灵魂，特别那些最需要你怜悯的灵魂，领到天国里去。欢喜四端，圣母献耶稣于圣殿。满了八天，孩子应受割损，遂给他起名叫耶稣。这是他降孕母胎前由天使所起的。按梅瑟的法律，一满了他们取节的日期，他们便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献给上主。就如上主的法律上所记载的，凡开胎守生的男性应祝圣于上主，并该照上主法律上所吩咐的献上祭物，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。故事：安老院的陈伯伯感染新冠病毒后卧病在床，他的子女知道他病了，但现在要来探望他非常困难。陈伯伯过去对社会贡献良多，但现在他无法活动，感到很痛苦。他举目望向窗外，祈求天主不要让他孤单地死去。醒察，我有哪些历程似乎已经到了完结的阶段？耶稣邀请我们开展什么新的历程？他建议我如何开始？默想，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，西莫昂与亚纳即使到了风烛残年，依然忠诚侍奉上主。他们期待看见墨西亚，但他们已届高龄，人生似乎快要完结了。然而，当年轻的童贞玛利亚和她的丈夫圣若瑟按照上主的法律来到圣殿，献上他们的圣子耶稣，西莫昂与亚纳便振作起来。尽管他们已年老，已在圣殿侍奉多年，且人生阅历丰富，但婴儿耶稣来临时，他们还是深受感动。我们面临的疫症正在危及每一个人，尤其是长者。但愿他们在完成生命之旅的时刻，可感到亲人对他们的感激与关爱。祷文：荣福安慰之母，求你帮助我们来到所有近人内心的圣殿中，献上你的圣子，并特别关心长者、病人、无力前进的人以及充满愤恨的人。但愿所有生命都不会失去意义，遭受遗忘或忽视。但愿我们在生命之主的引领下，
为每一个旅程的结束感谢天主，并期盼新的开始。教宗的话：我想起病人，我想起长者。新闻报道从来不关注他们。愿生命之主赐安慰和希望给仍在受苦的人，特别是长者和孤单的人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无主耶稣，请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助我们免地狱永火。求你把众人的灵魂，特别那些最需要你怜悯的灵魂，
领到天国里去。欢喜五端，耶稣十二灵讲道。耶稣的父母每年逾越节往耶路撒冷去，他到了十二岁时，他们又照节日的惯例上去了。过完了节日，他们回去的时候，孩童耶稣却留在耶路撒冷，他的父母并未发觉，他们只以为他在同行人中间，遂走了一天的路程，以后就在亲戚和相识的人中寻找他，一找不着，便折回耶路撒冷找他。过了三天，才在圣殿里找到了他。他正坐在经师中，聆听他们，也询问他们。凡听见他的人，对他的智慧和对答，都惊奇不止。故事：医院的深切治疗部再次爆满了。护士嘉柔像他的病人一样疲累，忙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他自小接受天主教信仰培育，到现在感到失去信德了。天主怎么会容许这样的痛苦发生？在彷徨之中，他叹了口气，不自觉在心中祈祷说：天主，求你帮助我们呢。警察，我曾在哪些经历中感到不再相信天主的灵在？默想，圣母玛利亚和圣若瑟走了三天的路程，回到自己的村庄后，找不到耶稣。他们是负责照顾救主的人，但孩子不见了。他们经历了考验和寻觅的痛苦时刻，最后他们发现耶稣正在圣殿讲道。在这段疫情肆虐的日子，我们感到难以找到天主，我们不断焦急地寻找他，但他就像躲起来了。但愿我们在他的圣言中，在我们的堂区和团体里，在我们实践的关怀、尊重和同舟共济的行动中，发现天主的灵在。祷文：荣福希望之母，没有人比你更懂得怎样将一切默存心中。你不但从没有失去信德，更凭借信德不断前进，支持初期的门徒。求你将你的信德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在感到失去一切时，能够在你的引领下，在你的圣子内重新建立一切。他从我们眼前隐藏起来了，为使我们在每一个人内心的圣殿中，在团体生活的圣殿中，并在受造界的圣殿中，发现他的灵在。教宗的话：在隔离的时期，我们承受着缺乏关爱和无法相见的痛苦，在各方面感到匮乏。这时候，让我们再次聆听那拯救我们的宣讲。他复活了，并活在我们身旁。主在他的十字架上，照教我们重新发现未来的生活，关注向我们发出请求的人，并巩固、辨认和培养我们内心的恩宠。我们切莫吹灭摇曳的灯火，它绝不会熄灭。我们必须重燃希望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
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无主耶稣，请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助我们免地狱永火。求你把众人的灵魂，特别那些最需要你怜悯的灵魂，领到天国里去。万福母后，仁慈的母亲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甘饴，我们的希望，厄娃子孙在此尘世向你哀呼，在这涕泣之谷向你叹息哭求。我们的主宝，求你回顾怜恤我们，使我们得见你的圣子，万民称颂的耶稣，童真玛利亚，你是宽仁的，慈悲的，甘饴的。天主圣母，请为我们祈求，使我们堪受基督的恩许。阿们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。阿们。